深显众生善根，非思量分别之所能及。这善根啊，那我们反过来看，众生不善的根，也是非思量分别之所能及。啊，众生善根，三善根呐、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啊，受法界一真庄严，所有一切善法都从这三个根生的，这叫三善根。啊，反过来叫三毒，就是贪嗔痴。啊，贪嗔痴能生一切恶法。我们要想自己一切恶法能断除，从哪里断？从根断。不要从枝枝叶叶，枝叶太麻烦了，断不尽。你就把贪嗔痴这三个根拔掉，把它转变过来，不贪不嗔不痴，与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啊，这叫从根本断，都是不可思议，这叫快刀斩乱麻了，一了不了啊！啊，为什么不在这里下功夫？啊，从哪一个点切入，那就贪的点在哪里？啊，现在人讲原始点呢，贪的原始点在哪里？嗔的原始点在哪里？愚痴的原始点呢？你都要知道。啊，我们在一起学过。啊，贪的原始点是情执，难断，要从最难断的地方下手，其他的不断自己断掉，啊，从它的核心下手，嗔恨的核心是傲慢，啊，要把这个东西断掉。愚痴的核心啊是怀疑，所以六个根本烦恼里头，贪嗔痴慢疑，啊，决定不能怀疑，啊，对自己不要怀疑，自己六根起的作用跟如来六根没两样。如来是见性见，我们见性见里面呢加了一点东西在里头，有添加品在里头，搞坏了。这个添加品在是什么东西呢？是眼识见啊，六根六识啊，本来是见性见，现在加了个眼识，眼识是阿赖耶变现出来的，是假的。啊，本来是真的，是真见，现在里头把它掺上这个东西，这个见就变成妄见。啊，眼识在见。